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淼宏詹教授吼，电机博士。啊，今仔日拄啊吼，我来吼上课吼，甲我家越南来的学生吼介绍吼，如何在摄影棚里面模拟吼这个录节目。啊，顺便呢，以下就是我今年这学期所教的学生啊，一个一个。我要求他们上来哈，是当个女主播。如果效果好的话，我就把他这个征选当做女主播。然后呢，如果各位乡亲对这些小女生、小女都是十八九岁的哈，啊，可能有些哈是年纪比较超龄的，都不要紧，十八九岁的哦啊，如果咱乡亲啊有兴趣哈，啊，他们这些朋友和阿英姐哈。我南来的吼，啊，拢，你们可以跟他尝试做个朋友啊。如果要尝试做个朋友的话，哦，啊，就在 YouTube 直接留言啊，我就跟你们讲哦。OK， 以下开始我们的今天的我每一个同学哈，让他们上来哈，试当女主播看看。OK， Thank you very much， 谢谢。好，我是阮素美儿。我是越南人，我刚刚来台湾，我很喜欢珍珠奶茶，可是我不喜欢呢海湾菜。谢谢大家。Hello， 我是胡世秋璇，我是越南人，我还没十八岁，我还没男朋友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阮素秋恒。今天我22岁，这我刚来台湾，我很喜欢台湾啊。这我来台湾，我找女朋友，谁还没有男朋友可以去找我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沈素兰玉，我总不是名字越过来的越南人。我家有三个人，哥哥、爸爸和我。我的兴趣去旅行的地方，听说台湾有很多漂亮的地方，好喝红茶和好喝的奶茶，所以我决定今年决定来台湾读书，谢谢你们的聆听。好，我是李秀花，我今年是27岁，我喜欢喝乌龙茶、奶茶，我不喜欢臭豆腐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黄竹琼，我今年19岁，我来自越南，我真的喜欢台湾。风景台湾很漂亮，我喜欢去旅行，喜欢喝珍珠奶茶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叫李素英，我今年22岁，我是越南人，我很喜欢吃大饱，我很喜欢喝珍珠奶茶，我不喜欢吃臭豆腐，再见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世尚，我今年28岁，我在金华省，在我是越南人，我在大学，我在龙华科技大学，工业管理，我很喜欢可以认识你们，谢谢我们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伍世天，今年25岁。我很喜欢台湾人，所以我来台湾读书，认识大家，我很高兴。皆さん、はじめまして。私は福田天と申します。今年25歳です。私は台湾人大好き、だから私は台湾へ留学に行きます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大家好，我叫阮素文贵，我是越南人。我的爱好是听音乐、唱歌、看书。
有工作之后我做瑜伽，我没有男朋友，我很高兴来台湾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丁秋强，今年20岁，我来台湾读书，我是越南人，我喜欢去观光去旅行，喜欢做别的差，很开心认识你们呢，希望可以留在台湾生活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杜世锤，我是越南人，我今年29岁，我现在有6个人，爸爸妈妈、哥哥和两个姐姐，和我，我喜欢喝珍珠奶茶，吃水果，和喜欢去旅行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高金泉，我是越南人，我家5个人，我和姐姐，现在我和姐姐，在海关，我听说，台湾有高雄很美，我要朋友，一起到高雄看看。大家好，我是阮世一牙，今天我19岁，我每天我很喜欢看小说。大家好，我叫是黄秀美玉，我是18岁，我是越南人，安赞成，我家4个人，爸爸妈妈，哥哥和我，爸爸妈妈喜欢喝咖啡，去旅行，我喜欢水果，葡萄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胡世红玉，你们可以叫我 Ruby， 我来自越南，今年18岁，现在在龙华大学学习，我家有3个人，我爸爸、我妈妈和我，我没有兄弟姐妹，我平常喜欢看书、画画和听音乐，如果有机会，我想跟朋友去台湾夜市逛逛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范世秋彩，我今年20岁，我在谁在龙华科技大学，我在越南，我刚来台湾3个月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盛世梅，我今年19岁，我是越南人，我来自北江省，我刚来台湾，我在龙华科技大学学习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阮世银，我今年19岁，我来自北江省，我喜欢吃台湾菜的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潘思林，我今年29岁，我来台湾3个月了，我来台湾我真的喜欢喝珍珠奶茶，我不喜欢喝臭豆腐，谢谢。大家好，哈西妹马西德，我的是我有恩赐汤尊，今天给他给马西德，我就姐姐邵雨莎，我叫杨世金泉，我家在金正山，我很喜欢他们，我很喜欢他，你们。大
家好，我叫文思佳华，我18岁，我是越南人，我喜欢呢冰淇淋小科技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陈世红，我是越南人，我在龙华科技大学学工业管理，我喜欢呢去旅行、看电影、听音乐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阮思恒，我今年19岁，我是越南人，我喜欢听音乐、看电影、去旅行，特别对中文很感兴趣。我来台湾以后，我觉得台湾风景很美，文化丰富，而且台湾的培训很特别好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吴思小梅，我是越南人，我喜欢呢猪珍珠奶茶，我不喜欢呢臭豆腐，我很高兴来台湾，谢谢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阮世金竹，我是越南人，我今年18岁，我刚来台湾，我很喜欢台湾，我很喜欢饺子，我喜欢吃小笼包，我喜欢喝珍珠奶茶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阮世秋恒，今年我22岁，这我刚来台湾，我来台湾读书，这我还没女朋友，谁没有男朋友可以找我，谢谢，拜拜。